小诗看上的是三星的一款折叠手机，三星天猫官方旗舰店里有个购机享七天无忧试用的活动，就它的折叠，它的外观就是很好看，七天无忧试用嘛，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个，我想的是用得好的话我就留下来了嘛。商品详情中点开七天无忧试用，里面写道，如对手机效果不满意，可以在签收之日次日起七天内联系客服退回手机，在手机没有损坏的情况下退货。9月5号，小诗花了7499元买了这款紫色的三星折叠手机，收到货试用了一下，她觉得不太适合自己，掉电太快了，包括就是它因为是折叠的嘛，它正面可能还好，但它侧面它那个折叠的痕迹特别的明显。无忧试用的规则中写明，七天内退还的手机需保证屏幕及外观无明显磕伤残缺，允许有正常使用的磨损，显示完好等。完全是符合的，因为我退回之前也检查过了，就是外观什么完全没有受损之类的。9月9号小诗寄回手机，9月14号他收到了快递被拒收的消息，到达北京后三天，然后他们一直要在什么仓库检测，这是哪一方在检测？北京他们那个三星的官方旗舰店的仓库。收到拒收消息后，小诗联系了店铺客服，聊天记录里客服说是检测结果为屏幕磨划痕，小屏幕有划痕，小屏幕位于折叠手机的背面。小诗多次要求客服提供划痕的照片，对方都回应正在和仓库核对。小诗说寄回手机的时候没有拍视频，不过试用时他拍了视频，画面中看不出屏幕上有划痕。三星400客服介绍，天猫三星官方旗舰店是三星授权的经销商，他这边这个无忧退的话，他可能就说不是从经销商这边来进行，就说是提供这个服务的，我就给您说这个正确的这个申请方式。三星400客服介绍，申请无忧退需要关注一个叫图腾旗舰店的微信公众号，通过给公众号发送消息联系退货。这家公司是三星手机原装配件总代理商。小诗告诉客服，手机已经寄给了天猫店铺，并且已经拒收，现在还没有回到自己手里。你要说经销商这边的话，我们确实没有权来干涉。那这边就说，如果他这边拒收了，那就说是您可以就说向他这边给您返回来。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图腾这边，因为我们这边官方指定的话是图腾旗舰店这个公众号，就这个服务上来提供这样服务的。我们各个就是经销商这边提供的服务，如果您注意到他这个服务介绍的话，他这边只要是涉及到换新服务、无忧试用的话，他其实都是由这个图腾旗舰店来提供的。客服建议小诗先拿回手机，再通过图腾退货。至于中间快递耽搁的时间可能已经超出七天，客服表示会把小诗的情况记录下来反馈上去。那么这款手机到底有没有出现划痕呢？小诗后来收到了店铺客服发来的照片，记者仔细查看，在正面屏幕膜上和背面小屏幕上确实有轻微的划痕。小诗表示目前已经和店铺协商一致，对方同意退货退款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